虹逐渐发光，五彩缤纷，搭配烟雾缭绕。2024台北灯节17号晚间正式揭开序幕。10公尺高的呈现光龙，龙鳞跟龙角散发彩色的光束，还有烟雾，宛如腾云驾雾。从晚间6点到10点，每半个小时展演3分钟，17号开始，一直到3月3号，展期长达16天。鱼跃西门。另外，双鲤鱼喷出泡沫，宛如雪花飘落，也很吸睛。台北灯节此次3大展区包含中华路有在地艺术家作品，西门有主灯跟传统现代设计，还有北门展区，让民众一次看个够。喜不喜欢？喜欢哦。台北市长蒋万安也亲自走访灯区，这组讨论度超高的众神保佑灯组，被民众认为仙女，神似台中市长卢秀燕。这一尊吗？对，粉红色那一尊。哇，我觉得卢市长漂亮多了吧？蒋万安幽默回应，而上海团也在17号抵达台湾。虽然跟蒋万安没有安排正式会面，但在上海灯前方碰头拍下大合照。台北灯节开幕，预计要让观光人潮涌入，带动地方商机。三立黄晨博、朱淑君、N小组台北报道。